咱们四个人的天体物理课都不及格。啊 ！Oh my God, it drives me crazy。这哈雷是不是有病啊？一个选修课至于那么不开面吗？哼，装正经呗。我现在一听他的课啊，我就全身发抖，就怕呀听了也白听，到时候补考不及格，咱们连学位都没了。啊？那我出国镀金的事儿呢？哎，看见我输了吗？哎，巧了，我们四个都不及格，一定是这个屋子风水有问题。哎，行了，快走吧，咱们这叫啊臭味相投。讨厌。哎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咱们去找他吧。哎，咱们可以请他吃顿饭嘛，咱们好好求求他，让他重新给个分。行吧，没问题。哎，来了，快点快点，喊来。我先走了啊。打开书包，掏出大瓶子，拿出讲义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讲小天体的物理状况。老师，别磨了，没用。既然你们选了这门课，你们就应该认真对待。你就跟我们一块儿。老师。课教的不怎么样，架子倒挺大。我们要找机会积极的去接近他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怎么接近他呀？据我最近的观察，这个哈雷啊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在实验室或者是在教室里，咱们哪有那么好的机会啊？哎，要不然我在网上征集一下接见男老师的建议。对对对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偷也要把考题弄到手。对对，集思广益，众志成城嘛。走走。要想引起男老师的注意，上课一定要坐在第一排。要创造邂逅的机会，请求他的帮助。男老师最喜欢女学生问问题。吃饭是一个人最放松的时候了，要抓住机会哦。他吃葱油饼，我还能不跑？你晕葱可也不能临阵脱逃啊。就是，咬咬牙就挺过去了。实在不行，你想想补考呀。反正我不能闻葱味儿。你们今天怎么了？情感多云啊。别找我啊，烦着呢。同学们，现在开始点名。于淼，到。陶燕，到。李慧芝，到。李静，李小丽怎么办？李小丽，到。李小丽，李小丽。谁是李小丽？请你站起来。
你敢保证你是李小丽？学生证。没带。那你怎么证明自己是李小丽？你问他们吧。他是。老师，他是李小丽。校花谁不认识啊？我要证件。旅游卡行吗？对不起，李小丽同学。大家都知道哈雷彗星吧？我就是要气气他，对，过瘾，耶！过把瘾就死，你们就等着补考不及格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 ？Oh my god！ 又吃肉啊？我本来是想吃青菜的，哎，我一直念叨着青菜豆腐，青菜豆腐。可是，一走到窗口就变成古老肉了。那好，那我今天助人为乐，咱俩换吧。哎，你就想你拿那便宜的换我这贵的？哼，没那么容易。你不是成天嚷嚷着减肥吗？就是，我明天减，明天，明天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花子，你再不减肥，就真的没人要了啊！就是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大一翘，大二焦，大三拉警报，大四可就没人要了。哎哎，小丽呢？小丽，开心吗？你看看人家，你再看看你。怎么会有名啊？你别走啊，快去登记哪个系的。九八气象宋莹莹。啊哎，干什么？重色轻友，玩物丧志，眼丑不待。看病啊！我今后一定表现，今后一定表现。哼，给他个机会。梅兰，说说。星期五的晚上，我在校门口的英语角练口语，我眼睛不好，突然我看见哈雷背着一个黑乎乎的大包出去了。两个星期五的晚上都是这样。那你怎么不跟上他？
我又不是一个人。哎，刚才我不说了。他呀，是英语九八的。我们俩还打算一起考托福呢。好浪漫呀！我永远在失恋中。哎呦，你是一直在恋爱，人家还没有尝过恋爱的滋味呢。哎，我决定这周五我将功补过，跟踪哈雷。好。哎，我提议，为了表彰宋英同学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，免去他这个星期宿舍值日的工作，怎么样？好，由华同学承担。我同意，我一定不负众望。啊！莹莹，太早了，还得等一会儿呢。哎呦，我怕错过了。啊，这是程冰，这是宋莹莹。Hi, nice to meet you。嗯，我得走了啊。Thank you.
加油。哎，老乐，现在小孩真不得了啊。那我就送你一个奶瓶，让你年轻到底。那我就送你一辆最酷的摩托车。机不可失。现在啊，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待会儿他打好菜，你就把他撞倒，然后啊，菜汤洒在你的身上或者他的身上，我们就 OK， 快去，不然我拿葱油饼熏你了。去，快去。葱爆羊肉，一张葱油饼。3.45元。怎么没带钱票？不对呀，我刚刚明明揣在兜里的。单身汉拎不清了。这跟单身汉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发什么火？钱票呢？唐老师，我这儿有。你，我好像见过。987校，宋莹莹。李小丽同志，宋莹莹同志，梅兰同志。下面我代表302寝室的全体同仁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祝愿宋莹莹同志旗开得胜。减肥真是个苦差事啊！你呀，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宋爷爷，他爹我嘞，他老师来寻侬来了。宋爷爷，老师寻侬。哎，唐老师，我这就下来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好好的谈谈啊，那谈吧，老师，这会这会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，这是还你的饭票。
陶老师，您还给我的钱是3.5块，多了5分，还给你。宋莹莹，进来说吧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云聪。宋莹莹同学，我这个人不会和别人交往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你别介意。陶老师，哎，不是的，陶老师，是我，其实我。嗨，怎么了，陶老师？你笑了。在你们眼里，我很可怕。陶老师，你会吹萨克斯啊？和几个朋友一起练习，吹得不好。挺好的，就是没有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陶老师，你别生气，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挺古板的。你那么喜欢音乐，讲课不应该没意思是吧？这不是音乐欣赏课，即使是学音乐，也没那么有趣儿。单调的重复练习也是很枯燥的，只有你真心的热爱它，才会从中得到乐趣。我就看不出天体物理有什么乐趣，所以你才不及格。陶老师，你为什么喜欢这么枯燥的专业？小时候，我喜欢看星星，就想知道那里头的事儿，就学了。后来，我看见康德写道，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是深深震撼人心灵的，一件是我们心里崇高的道德准则，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。这两天我瘦了，你看看我，瘦了瘦了。花子，你不能再不吃饭了，这样身体会坏的。我呀，好不容易有这么大效果，我这次一定要坚持到底。花子，你为什么学气象啊？你大早上起来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没听说过吗？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可有些事儿，也不得不去想啊。快点啊，等你吃早饭。啊，来了。这下你可老实了吧？谁没事愿意受这个罪啊？花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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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舒服了吧？躲过了多少堂哈雷的课呀？
不就是一堂课吗？那也赚了呀！你胖乎乎多可爱，干嘛要减肥呀？就是。我又饿了。给你呀。唐老师，哟，你好，宋莹莹，给我拿这个。难怪您的扣子总掉，您总是把领口扣得死死的，倒不如一边钉一颗，这样也挺时髦的。那好，再买两个。上一堂课，我一看见他那老三样，我就想睡觉。老日运动，这堂课我们讲人造卫星绕地球运动的两种力学系统，也就是说，它分了两种形式。第一种就是镜像，对于前者就是太阳的质，也就是说运动天体的质。您的热红茶，谢谢，欢迎光临。谢谢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晚上好，这边请。您的红茶，谢谢光临。谢谢。您看那个女人，已经去了两次了。是痴情女，胆负心汉，这种人啊，我见多了。所以你下班吧。下班就听到摩托车声音，你还真行啊！你呀，啊，终于等来了，也不怎么样嘛，还是挺有男人味的。真是土死了！坐好。你说有他这么干的吗？早知道这样啊，当初还不如跟你呢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说。唉，他妈妈疼孙子，宠儿子，就是看不上我，说我是看中他儿子的钱才嫁给他的。
说我是这种人吗？我都三十岁了，孩子都三岁了，可我不甘心。我该回去了，明天早上我还有课。你总这么找我，合适吗？他们才不在乎，他们呢，巴不得我不回去。可是啊，可我就是离不开他。好了，走吧。再见，完事儿想开点。进去啊！关门了，大哥快点进去啊！没来，求你呀，停呀！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你们俩才是天生一对儿呢。你走吧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明天别忘了在图书馆给我占个座位。啊。包子，我饿了。那你吃了吧。那不好意思了啊，没关系。嗯，好吃，谢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觉得高强怎么样？莹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只是从小和他在一起长大，有时候不知道是喜欢他还是习惯他了。哎，有话进来讲，关门了。你走吧。今天可把我累死了。哎，你们猜今天我碰见谁了？布拉德·皮特、谢霆锋。什么呀，人家有王菲。真无聊。我碰见陶老师了。Oh my god！ 哎，快说说呀。你没什么，就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。看不出来呀，哈雷也会有女人喜欢。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呀？你们说话真刻薄，还是想想自己吧。莹莹，你可是原来比我们还损呢。哎呀，我困了。啊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睡觉吧。
可能啊，理论上讲，哈雷这个时候一定是在实验室的呀。我不想干了，还是老实复习吧。其实呀，咱们闹归闹，谁敢不复习啊？哎，你看。其实，哈雷不像我们想的那样。哪样啊？他不那么讨厌。看来有进展啊。你看，哈雷一定在里面，我先走了啊。请进。谢谢，先放那儿吧。一共多少钱？哟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是送饭的。陶老师，您真是废寝忘食，啊！您要吃什么？我出去买。啊，不用了，小食堂一会儿就送来。哦，我下午来找过您一趟，您不在，也不在家。是你啊？原来您一直都在这儿，就是不开门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是不是我影响了你的工作？坐。啊，来了，你坐。哎，请进。王老师，没来了。谢谢啊。我去了。啊，再见。这位。哎，再见。师傅，师傅。王老师来了。你看，这个葱油饼你还是拿回去吧，钱就不用找。不得事，侬吃呀，老是吃菜不吃人家的菜。没关系的，陶老师，您吃吧。哦，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我够了。我那去了。哎，好嘞。这位啊。哎，再见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我又害得您吃不成葱油饼了。没关系。你吃饭了吗？没吃，您这点也不够啊。那我叫小食堂再送点。不用了，这都几点了，我早就吃过了。那我先吃了。陶老师，你知道我们背后都叫你什么吗？哈雷。我要是能成为哈雷就好了。他那么坚信，那颗心会在76年以后回来，至死不变。虽然他没有等到这一天，但是更多的人们证实了他的预言，那颗心回来了，所以人们就叫他哈雷彗星。您要是这么讲课该有多好啊，那我们大家就不会睡觉了。是吗？我保证。我可能太讲究严谨了，忘了生动的形式。谢谢你，宋姨。那你怎么谢我啊？我建议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，快走啊！哦。
老师，你等会儿。唐老师，我该往这边走了。再见，宋莹莹。叫我莹莹吧，朋友们都这么叫我。再见，莹莹。这杯子送给你，以后就别再用罐头瓶了。再见。我知道，大家都叫我哈雷。其实，我得谢谢大家给我取了个这么好听的名字。说心里话，我是最爱观测彗星的。诗人说，彗星身后拖着的彗尾，是飞扬的少女的头发。实际上，大家都知道，彗星是由冰块组成的天体，它是十分脆弱的。彗尾就是被太阳融化而挥发的冰。1994年的七月，一颗名叫苏梅克列维九号的彗星飞向木星。按照它的速度和木星的引力，这颗彗星永远只能和木星擦肩而过。然而，就是因为它的速度发生了一丁点的变化，这颗彗星向着木星飞去。他们终于相遇了。它拖着长长的彗尾飞向木星。就在他们相遇的一瞬间，升腾起了万丈火焰，冰变成了火。壮丽辉煌，我们叫这次相遇是太空之吻，只是代价太大。
这颗彗星粉身碎骨。宇宙是浩瀚的，它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握它。有一位诗人叫布莱克，他这么说过：一粒沙，一朵野花，或在你的手掌上，都能看到整个宇宙。一秒钟就是永恒。谢谢你让我改变了自己。陶老师，你也让我改变了自己。我开始喜欢天文了。你也不回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看了。没事儿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你们先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莹莹，咱们走吧。陶老师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哈雷。哎呀，坐车还要给钱是吗？我知道你们的游戏，可我提醒你别假戏真做了。
那么大岁数了，还玩吹萨克斯蹦的花招。项目里拎不清。高强，你说话别太过分了。过分的事儿就做了，还怕说吗？你混蛋！别哭了，你想开点儿。别哭了，居然敢甩我！当初你答应他，就是给他面子了。干脆咱们找个好的气气他。对，就是。可是，我还是喜欢他。和陶老师相比，高强就像是白开水。其实，我跟高强在一起是习惯了。我真不知道我是爱高强呢，还是爱和他在一起时别人羡慕我们的眼光。我太虚荣了。莹莹，你这是危险了。这套题本来就是假的，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？这题呀，咱不套了。哟，莹莹，你先进去坐，我的水开了。唐老师，啊，你家这屏保真好看。是吗？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，只有晚上才能够观测到。那您晚上不睡觉啦？做什么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对，这就是定位系统。当你看观测一个星的时候。喂，陶老师，刚才在你家，我没太好意思说，我向你道歉。昨天晚上我的朋友很无理，如果你真的接受我的道歉，那么我们周末去丁山湖好吗？那好。周六九点，在335车站见。嗯，好，再见。
敢讲。那你就别讲。可不讲，我心里又不踏实。哎呀，那你就告诉他嘛。以前你也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怎么婆婆妈妈的？就这点事儿你就不耐烦了？朋友呢？哎，我还不够朋友？我这两肋都插满了朋友的刀，这一半啊都是你插的。其实你也没做什么，有什么好坦白的？说了反倒会增添误会。两个葱油饼。好的。哦不，四两米饭。小桃，恭喜你啊，单人生活就要结束了吧？不过你还得耐心等等。王老师，哎，别瞄，越瞄越黑，理解理解。该说的都说了，你骂我吧。不至于，我还缺这一两个女朋友吗？啊，对了，这个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没带那么多，等我哪天凑齐了，一起给你的。不着急，我们俩四六开吧。你是女孩，你四我六。不用了，男女平等吧，咱们还是五五开吧。再见。宋莹莹，我还以为你要摆老师的臭架子不来了呢。哦，莹莹，我们不去定山湖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，我有一个更好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不过要等到晚上。好啊。你在这儿等着，别走开。
走吧，宿舍快关门了。哈老师，人有了爱情，是不一样啊，这么兴奋。不过我还是挺佩服你的。老师就是老师啊。没事的话，我该回家了。我想提醒哈老师，看好自己的补考题。我以为你身怀什么绝技呢？也不过就是业余吹吹萨克斯。莹莹为了接近你，真费了不小劲儿啊！一顿饭要去买好几次，借了钱还要专门去还钱。唉，这可真苦了我了，好几天都见不上一面。你们俩可真都是高手啊！我可跟你们玩不起了。再见，哈老师。
其实，你不必那么费心。陶老师，是我的学生。学生是爱你的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套一个题用不着费那么多心思，更何况这件事是那个男孩告诉你的。陶石，你的眼睛不能只盯在天上，不过我也提醒你，30岁的男人心上只剩一条缝，你会被年轻的火焰给灼伤的，你也会伤害他呀。就像太空之吻。你说什么？没事。谢谢你的提醒。走吧，陶石，你已经做了决定，只是很难过，是吗？最美的还是留在心里吧。陶石，你一点都没变，只是太苦。我走了，明天还有课。对各种卫星的运动，我们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：即从卫星上看，太阳被中心天体所掩盖，也就是说，它有本影和初影之分。对人造卫星而言，即进入了地形，所以我们往往应该注意这些问题。对于
各种卫星的运动而言，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。即从卫星上看，太阳被中央岩体所覆盖。对于人造卫星而言，那就是进入了地影。严格的说，既有本影和半影之分，甚至还要考虑到大气的消光和月影的问题。Thank you.
其实哈雷还挺好的，如果要是离开他，看什么？走，大吃一顿，走。喂。